我们现在要首先第一步需要干嘛？是不是修改页面啊？对吧？来，把我们的页面呢修改一下，也就是我们的，是不是这个 product list CSV， 然后点进去那个 product 的哪个叫做 info 那个是吧？哎，是不是这里边 ？OK 吧？来，这里面需要怎么改呢？哎，找到我们的添加到购物车，是不是找到这个地方？来，我找一找啊，加入到购物车，看到了吗？有吗？是不是这个？哎，加入到购物车，也就是点击它的时候，我们需要干嘛？是不是这个地方？链接，对不对？你需要干嘛呀？需要发送一个，哎，发到一个 sorter， 那写个 day 1101，是吧？让它后面加上什么 ？add to cart， 是不是这个 ？add to cart， 哎，一个 serverless 啊 ，serverless。然后呢，哎，这个呢不要 ，add to cart serverless。然后呢，要干嘛？加什么传过去啊？记得吗 ？name 等于什么？那这个名字，那这个名字，我们第一个名字是不是衣服啊？是不是这个 ？OK 了吧？然后紧接着是不是也改一改，改改其他的，对吧？那还找到我们其他的，哎，第二个，今天呢，我们先用这个 HTML， 那后面呢，我们就用 GSV 就没那么麻烦了啊。啊，这里面一个页面上整这么多，那还不死了是吧？哎呀，一百个商品就整一百个这玩意儿，后面都是动态的东西啊。来，把它改一改。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第二个是啥来着？眼镜是吧？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包是吧？包。第四个是手机是吧？120哈。好了，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东西就做完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页面上好使不好使啊，先看页面上好使不好使。来，回去，然后这里面刷新一下，来点上去，大家会看到最下边，看到最下边是不是有 name 等于衣服，看到了吧？哎，左下角有吧？哎，这个嘛是吧？啊 ，OK 吧？啊，好了，那这个呢就没问题了。然后紧接着我们一点它就能将它添加到我们的购物车中。来，添加购物车那是不是需要创建一个 sorter 呀？对不对？来，把它都关掉 close all，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来创建另一个 sorter， 哎，就在这里面创建一个，创建你有一个 sorter， 哎，就它，然后呢这个叫做 add to cart 一个 sorter，然后紧接着 next 的名字改一改 ，add to cart，OK， 来点击 next， 来这个呢是添加到购物车，来做一下。来，需要怎么做？第一步，第一步需要干嘛？获取商品的名称，需要不需要？哎，第二步，然后将商品添加到购物车，是不是就完事了？哎，是不是就分这两步？对吧？啊，添加到购物车啊，将商品添加到购物车。那么添加到购物车里面呢，这里面比较复杂，对不对？那需要干嘛？对吧？然后并且第三步，最后第一步，最后第三步需要干嘛？提示信息，是不是这个东西就可以了？来，紧着我们来，哎，逐渐的分析啊。那这里面首先呢，要知道它发送过来的请求是不是 GET 请求，是吧？那 GET 请求里面有参数吗？有，是不是有参数？有 name 参数，name 参数后面写的是什么值？什么值？中文吧？哎，我问的是中文，需要干嘛？
处理编码。那设置编码，这个设置编码有用吗？没有用。request 对 request 没有用，对不对？但是呢，对提示信息有用，是吧？那接下来这里面做一个 response， 因为你要打印信息，是不是加个 response？ 啊 ，response 点儿 set 一个 content type， 然后这里面写上，哎 text 杠 html 分号 char set， 然后等于 eotf 杠八，这一步完成了。然后呢，我们需要打印信息，那么就在这边直接获取吧。response， 哎点儿 get 一个 writer。然后起个名 W， 好了，这是第一步。然后紧接着再往下获取名称，哎 string 什么 name 吧，等于 request 点 get parameter 对吧？哎 name 是不是还是 name？ 这个 name 怎么样？这个 name 怎么样？乱不乱？乱，乱的话怎么办？ name 等于什么？你有一个string 是不是就可以了？来 name 点 get bytes， 来这里面写上我们的 ISO 8859-1 OK 了，然后后面加上一个 UTF 干嘛就没问题了。好了，积极的将商品添加到购物车。那这里面首先需要干嘛？先获取购物车，从哪里获取啊？从 session 中获取购物车，对吧？然后第二步是不是才是判断购物车是否为空？哎，判断购物车是否为空 OK 了吧？来，紧着怎么做？获取吧。它返回值是啥呀？购物车长啥样啊？ map 集合，是不是 map 集合？然后这里面放什么？String， 然后放一个 integer， 是不是就可以了？来，就它。然后这里边 map 集合等于，那么来起个名字吧 ，cut 吧，叫什么？叫什么好？是不是习惯 map 了？那就叫 map 吧，行吧，先叫 map。然后等于什么呀？从哪里获取？特别 new 啊，特别 new，OK 吧？一旦你 new， 每一次请求都 new 出来一个，那还能把所有的东西放到一个里边吗？不可以是吧？啊，也就是需要干嘛？去哪里获取？去哪里获取？去 session 中 ，session 怎么获取 ？request 点 get session 是不是就可以了？然后点 get attribute 是不是就可以了？哎，这里边比方说我们给它购物车起了个名字叫做 cut，OK 了吗？啊，那么来调整一下。好了，这样的话就获取购物车了。那购物车如果是第一次的话，它有可能为空，对不对？那判断它是否为空，那怎么办 ？if 呗，对吧 ？else 就可以了。来 ，if 怎么样 ？map， 然后等等 now， 是不是？等等 now 需要干嘛？也就是说，第一次购物是吧？哎，第一次购物需要干嘛？需要干嘛？创建购物车吧。是不是需要创建出来？然后还需要干嘛？将什么放入什么中？将上面放进去，并且将购物车是不是也放进去 ？OK 了吧？哎，购物车放进三点钟是不是就可以了？来，怎么做 ？map 等于你有一个 hash map 吧 ？map 等于 new map 行吗？有 new map 吗？没有，那有什么？哈希 map 是吧？来看看有没有这个 link 的 map 有没有 ？link 的哈希 map 有没有？有。大家用过呀？没有。听过呀？听过。咋都听过呢是吧？一点悬念也没有。没听过。哎，没听过，没听过，那不用了。好了，用哪个都行啊，后面呢我们有可能会用到它啊。来，先用这个吧，可以吧？啊，就都是一个集合而已，只不过这个哈希 map 它是无序的 ，link 的哈希 map 是有序的，啊，就这点区别而已。OK 了，好了，哎，把这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啊。来，今天我们就先用这个吧。来，你有一个哈希 map， 然后完事以后呢，需要干嘛？是不是将？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是不是所有的不管你为空不为空，我是不是都得将上面put进去？
那怎么办？我在最后面将商品放进去，可以吧？可以。哎，将商品放进去，放入购物车 ，OK 了吧？那这里面我们就写一个卖铺点 put 一下，是不是就可以了？那关键 put 谁呀？这里面需要放一个 count， 是不是一个 count？ 然后还需要一个什么？还需要一个 name， 是不是 name 已经有了吧？哎，是不是这个东西？对吧？那 count 在哪儿呢？没有，没有怎么办？定一个 integer， 是不是就可以了？哎 ，integer， 那么先写一个 count， 哎，等于。那你也可以写等于一，无所谓，都可以 ，OK 吧？哎，等于一也可以，哎，没问题啊。然后紧接着需要干嘛？需要干嘛？将什么？将我们的购物车干嘛？放入 session 中，是不是就可以了？来，怎么放 ？request 怎么获取 session？ 是不是还是这样获取 session？ 这啥呀 ？get session。是不是还是这个啊 ？get session， 然后点儿 set 一个啊 attribute， 然后给我们的购物车起个名字，起个啥名字啊？上面是不是已经写好了啊？就叫这个名字，然后将谁放进去 ？map 放进去，是不是就可以了？然后紧接着，哎，最后一步已经把商品放进去了，不用管它。然后这个呢，就是需要干嘛了？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购物车不为空是吧？购物车不为空，不为空需要干嘛？继续怎么样判断？判断什么？购物车中是否已经有该商品？哎，怎么判断？怎么判断它有没有？哎，大家学过什么？学过 contents， 是不是学过 contents？ 可不可以 map 点 contents？哎，没用过吗 ？map 点 contents 有没有？是不是 contents？contents 可以，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可以吧？那不用这种方式行不行？能不能这样子？看着，我写一个 map 点 get 什么？要干嘛？什么意思？通过名字是不是获取它的数量？如果数量为空，哎，是为空吧？如果为空怎么样？是不是代表这里面没有啊？能理解吗？是不是都可以？对吧？来，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下这个 count 等等 now， 对不对？等等 now， 这里面就是购物车中没有此商品，没有该商品，没有该商品怎么办？count 等于几？一，是不是就可以了？哎，这上面是不是还少了个 count 等于一是吧？这里面是不是直接少了个 count 等于一？哎 ，count 等于一啊，是不是就可以了？你看，没有购物车里面你需要把它 count 置成一嘛，对吧？然后有的话，这里面有购物车了，但是呢，购物车里面没有在该商品了，是不是也需要将这个数量置为一？可以了吧？然后紧接着，如果有了怎么办？购物车中有该商品怎么办？看到怎么样？佳佳可以了吗？最后怎么样？加商品 put 进去 OK 了吗？可以不可以？可以。来，这会儿能看明白吗？OK 了吧？然后紧接着最后提示信息怎么办？ W 点 print 一下，对吧？哎 ，print， 那么打印一句话，来打印一个，已将什么什么放进去是吧？哎，已经将什么东西 name， 对吧？那你 name 呢？可以给它高大上点 ，B 标签，你说我玩这个干啥呀？给自己找麻烦呢是吧？还记得 B 标签是啥吗？加粗是吧？对吧？已将这个东西添加到购物车中。OK 了吧？然后呢，紧接着还给能不能来一个提示？比方说继续浏览，或者是查看购物车，能不能？可以吧？来，那
要整，那么就整一个，哎，整个 HR 吧。哎，这里面写代码是确实很恶心的事情，是吧？那紧接着需要干嘛？哎，我们要让它 A 标签是不是继续购物啊？嗯。其实呢，这个东西才不是主要的，我要主要的东西呢是在这里面的东西啊。来看着这里面需要干嘛？那么第一个我们需要干啥啊？这个呢是继续购物，是不是继续购物？哎，继续购物。然后呢还有一个加几个东西 NBSP。然后紧着这里面我们要加一个 HREF。你填它的时候要干嘛？需要干嘛？这里面怎么写？怎么写？路径怎么写？继续购物是不是应该到这个？是不是到？是不是到这里边？关键怎么到这个里面？把这个路径复制过去吗？能行吗？行啊，但是好吗？不好，怎么样了？写死了，是不是写死了？怎么办？是不是需要将它干嘛？是不是替换一下？替换怎么替换？先写一段双引号，在中间写一段加加号，然后这里面写上 request 点儿 get content path。OK 了吧？哎，然后紧接着再来一个，还有一个叫做查看购物车，是吧？查看购物车。然后这里面需要跳到一个什么页面上？什么页面上？是不是 cut 点 JSP 上？那需要干嘛？是不是整一个 cut 点 JSP？ 是不是就可以了？好了，那这个里面是不是就写完了？好使不好使啊？来用一下呗。点，然后加入购物车，走，你将衣服添加到购物车中，可以吧？继续购物，走，可以吧？哎，这多好玩是吧？哎，添加购物车，可以吧？好了，你现在呢？是不是开始做这个了？添加没添加到，我也不知道，我们得查看一下，是不是才可以知道，对吧？你紧接着是不是应该做这个东西了？也就是需要做我们的 cut 点 JSP 了吧？对吧？来，跟着我一起做一下 cut 点 JSP。那么这里面我们需要创建一个 cut 点 JSP。来，先创建一个，你有一个 cut 点 JSP。来点击 finish， 然后这看到点 JSP 里面需要干嘛？哎，我们需要干嘛？是不是最终的结果要打印出来这种效果啊？哎，刚才我们分析的需要做什么事情来着？建立那个。需要先获取，是不是先获取我们的购物车？对吧？那获取完购物车以后呢，它里面的页面是不是长这样子？这是一个什么？表格吧？那整一个表格吧。这个里面整表格应该会吧，来怎么整 table 是吧，来 table， 然后这 table 里面呢我们先给它加点属性，哎，比方说加一个 border 是吧，哎 border， 然后等于一，然后紧接着给它来一个 align， 有 align 吗？ align 等于干嘛？是不是表格最喜欢这儿？来 center 可以吧，然后再给它来一个宽度可以吧？ width 可以吧，然后等于多少？比方说30%、20%等等 ，OK 了吧？哎，高度呢，我们先不用管它。好了，这是一个表格，然后表格里面需要有行、有列，是吧？是不是行、列几列呀？两列 ，TD。好了，那来在这里面一个装什么？商品的名称是吧？哎，商品名称。一个呢跟上我们的商品数量可以吧，然后紧接着需要干嘛了，是不是将商品整出来便利出来了，那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怎么做？
需要写什么了？加号代码，对不对？哎，在这里面需要第一步干嘛？获取购物车，获取购物车。然后呢，第二步判断，是判断购物车是否为空？哎，购物车是否为空？哎，若为空提示一下，对吧？哎，那么就是二点一。哎，若为空，那就写一个清，是吧？你先逛逛吧，是吧？还没有空，还空空如也，是吧？购物车空空如也。哎，这个怎么一个清一个文言文的，是吧？那不好，空空吧。哎，再逛逛，是吧？哎，先去逛逛，可以吧？嗯，来飘一飘。然后紧接着，若不为空，是不是二点二？哎，若不为空怎么办？若不为空该怎么办了？哎，便利了，是不是便利购物车了？嗯、别听了啊，跟我学是吧？别跟我学，哎，便利购物车，是不是就可以了？哎，那接下来做一下获取购物车怎么获取啊？获取购物车怎么获取？requires.get.session 是不是这样可以的啊？ requires.get.session 点 get attribute 是不是就可以了？那在这儿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好玩的东西，来看着啊，打开我们的 Tomcat， 来 Tomcat 这儿进去，然后打开我们的 work 目录，还要看什么了？来随便找一个，找一个，来找到我们的 service 方法，是不是这是 service 方法？我们知道这里面是不是可以用 request 的？嗯。request response，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 out， 对不对？嗯。哎，接下来看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做 session 的玩意儿呢？有吗？有。有 session 可以干嘛？也可以在什么？在页面上是不是直接使用？嗯。哎，也就是说，我们 DSP 它已经把这种对象已经创建出来了。称之为内置对象，我们可以直接拿过来使用 ，OK 了吧？嗯。那怎么玩？哎，是不是就在这里面直接写上 session， 然后点儿 get 一个啊 tribute， 可以了吧？然后这里面写上啥呀 ？cut， 是不是就可以了？哎 ，cut， 然后它的返回值是啥呀 ？map 集合 ，map 你得导进去，自己导啊，是不是这个东西？嗯。哎，好了，那这里面放上我们的 k y 六，当然放不放都无所谓，是吧？可以吧？放一个，来，还需要一个 integer， 可以吧？然后紧接着，哎 ，map， 然后等于 session， 第二开头这个的，可以吧？对。然后紧接着这里面注意，它获取的是一个什么值？哦，不借给它，需要干嘛？强转。OK 了吧？好了，这一步就完成了。然后紧接着判断我们的购物车是否为空 ，if else。是不是就可以了？来 ，if 若购物车为空，哎，这个，然后呢，若购物车不为空，哎，这个，来，购物车为空怎么做？哎 ，map， 然后等等到，等等到，你需要干嘛？打印这个信息，对吧？打印这个信息，这是一句话，你可以怎么打印？是不是可以把它再拆，对吧？当然，同时，当然告诉大家一个什么东西。可不用这个东西，哎，这个东西是不是比那个东西好的好点是吧？嗯。来怎么做？是不是这样写就可以了？哎，但是呢，大家要想一想，哎，我们这里面是什么东西？表格，那需要怎么办？加什么 ？TR， 然后 TD， 对不对？是不是要放进去 ？TD 杠 TD。然后紧接着大家还要意识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几行？哎，这个是几个单元格？两个。那这个呢？一个，怎么办？合并是吧？扣 span， 然后等于二，是不是就行了 ？OK 了吧？然后紧接着是不是该便利了？可以吧？来，大家用这种方式还是用这种嵌套的方式？喜欢用哪个？要不咱还用这个稍微恶心点的吧，至少能看明白，对吧？
啊，要不这样的话一千刀大家有可能崩溃是吧。来用稍微恶心点的，那怎么便利啊？便利，便利怎么不会了？对，来先写一个什么for循环，是不是for循环？然后在这里面写东西吧，来写一个此吹影是吧。那么这里面放上我们的 name 吧，然后呢后面加一个map 点 k set OK 了吧。然后紧接着需要干嘛？一个商品占一行，对不对？那需要 out 点 print 对吧，print。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这样玩，然后呢先写一个 tr，可以吧？对。哎，然后呢，在这里面再写 td 是不是就可以了？嗯。哎，来再写 td， out 点 print， 写的好看点是吧？省得大家晕是吧？啊 ，td 是吧？两个大家看出来了吧？然后紧接着这里面需要放什么？一个放 name， 一个放数据，是不是就可以了？来，那么怎么写？是不是写 name out 点 print 就可以了 ？out 点 print， 然后这里面写上我们的 name， 然后就可以了吧？然后这个呢 ，out 点 print， 哎，也是写上一个什么 map 点 get。name OK 了吗？啊，那这里面来还可以干嘛？最后是不是也可以加一个什么提示吧，啊 A 标签是吧，然后呢 href， 然后等于什么，哎继续购物可以吧，哎继续购物，然后呢还可以再加一个对吧。来先写上这个，这个需要写什么？目前这个还不会，只能这么玩是吧，啊到我们明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解决了啊。那这个呢是我们的 product 杠 list 点 csp 是吧，然后紧接着在后面再加一个 absp， 一个也加几个，然后紧接着这里面我们也要加一个超链接是吧，来把它加进去，超链接就是我们的，哎，这个不用了吧，这个不用是吧，是不是就可以了？好了，那做完了，那好使不好使啊？哎，这个东西呢好像不好啊，为啥不好呢？看着看到这个 SP 是吧，哎没启动吗？有是吧，能出来是吧，哎这个东西在旁边是吧，那怎么让它到中间啊？哎，有人说放到表栏里是吧，在表格里面，哎这里面还有这个一个标签，这个标签不怎么好啊，但是它可以使用 OK 了吧，哎刷新一下可以吗？还行是吧。好了，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完成了？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已经有两个商品了？来紧接着继续购物，再点眼镜购物是吧，上购物车 OK 了吧。来再来一个眼镜加入查看，可以了吗？没问题吧。好了，这块有没有没听懂的？没有吧，没有，来暂停一下。